化身如来离一切相，故云色相无相。为什么化身如来不起心不动念呢？与一切法中没有起心动念，叫法身佛。一切时一切处不起心不动念，做不到。因为起心动念自己不晓得，他太危险了啊。那我们只有依靠阿弥陀佛。我们起心动念是极乐世界，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分别执着也是极乐世界，也是阿弥陀佛。除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外，我统统放下了，这就对了。这就是真正念佛人，这就是真正弥陀弟子。